你好香啊！但系你好，五香婚姻法，冇嘢嘅，我哋再嚟过啊！哇，系咪扯咗事啊？我知道我好自私啊！我从来都冇理过你嘅感受。我以为梦想系最重要嘅，但系而家我哋会唔会立翻白誓？我哋会终于凑。识得包容同接纳，就可以造就一段完美无瑕嘅爱情。周末大电影《花好月圆》，3月2号星期6晚9点半，港台电视32。